It's pretty normal for me. Once I ate those three salads. Oh, 这个是专业大厨的感觉，就是对面坐的都是顾客。让你感受一下，对吧？四个嗷嗷待哺的吧。现在准备回家。我们今天会移到一个 King City 的一个挺RV的地方。